上古时代，风雷水火土五大凶兽肆虐人间，女娲娘娘不忍生灵涂炭，凝聚大地之力炼制五颗灵珠以镇凶兽。五灵珠散落人间后，五大凶兽之首的水魔兽遇水重生，再度肆虐。千百年来，世间无人能与水魔兽相抗衡，直到一位年轻人横空出世，他就是威震江湖的逍遥大侠。逍遥大侠与水魔兽大战于水底，连续七日七夜，水面时而波涛翻滚，时而掀起滔天巨浪，而后一切平静下来。珊珊，你不要每次叫人起床都用锅在那乱敲一通，会吓死人的。不这么敲你醒得过来吗？整天就知道在这做白日梦，疯疯癫癫的，你就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吗？我睡觉做梦都是正经事。哎，又睡觉睡觉睡觉、又睡觉，我看你又睡觉。 你又踢我，我这木床可不牢固啊，万一我给摔死了，我们李家就绝后了。你不要整天学着你爹的样子舞刀弄剑的，没一个正形。你说哪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你？那我爹是怎么娶到我娘的？你娘？你娘跟你爹一样嫁到我们李家，哎，也不知道学一点女工针线，天天就知道跟你爹在外头疯。可大家都说我爹娘可是江湖上人人羡慕的一代鸳鸯侠侣。侠侣没错，他们是到外头行侠仗义去了，把你个惹祸精给我留下来。要不是老娘省吃俭用开了这么个客栈，你觉着我能把你拉扯那么大？拉扯大了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个懒鬼。哦，还在这弄啊？还在弄？哎呀，婶婶，我才不是懒鬼呢，我将来要像我爹娘一样成为纵横四海称霸江湖的一代大侠。少跟我在这鬼扯，我在下头煮粥，你把房间收拾一下，马上下来招待客人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清早还要干粗活，没意思。李逍遥来了。客官请用茶。老板娘来了。我们是从南诏来做生意的，想住得安稳一点。多谢客官，小店一定让诸位宾至如归，我这就去备菜。逍遥啊，招呼客人进房间。好嘞，各位客官请过来。哎，小哥，不劳烦你了，自己来就好了。小哥，小哥啊，哎，我们的客房在哪儿啊？大爷请。这位大爷，您住的房间可是本店最好的上房，您好好歇歇啊。多谢小哥，饭菜到时候麻烦您给我送到房间来。哦，少说也有500万，这是遇到财神爷了。对了，婶婶，那几个商人打哪来的？装扮好奇怪。
李逍遥，我警告你啊，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，不要打听那些有的没的。哎，行行啊。这是人家的餐食，赶快送上去。好。大爷，你的酒菜来了。哎，大爷。大哥，你说这地儿咱来都来了，为何不去那仙岛上看一看？你怎么还惦记着？这一次出门时间本来就紧张，下次有机会再说。大爷，小的自幼在这渔行长大，你们说的仙岛我说不定知道。小哥，我们哥几个就是在闲扯，这个道听途说的事儿啊，十之八九那就是假的。大爷说的是。这什么酒啊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大爷您有所不知啊，此酒乃江南名产桂花酒，清香甘醇，连当朝的贵妃娘娘都爱喝得很啊。什么桂花酒，这是娘们儿喝的酒。那敢问大爷想喝何种酒？小的给您再换一碗。算了，小哥，不为难你了，有粥就行。你忙你的去吧。哦，好，那小的告退了。晨晨，酒。逍遥。哎，晨晨。那，这个是给张四和大家的餐食，你给送过去，正好买几斤虾回来。啊，又让我跑腿。你不跑谁跑啊？老娘跑吗？好吧，把外头要饭那个赶走，喊了一上午了，去。啊，酒，酒，喝酒吧。喂，麻烦你让让，我们这客栈小本生意经不起折腾，没钱给你啊。你这里边藏着有喝酒，我就喝一口。可这酒不是给你的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小兄弟，天选之人。我对你的故事没兴趣，你赶紧走吧，不然真没时间。小兄弟，我说说你听听。话说盘古开天，上古时代有半神女娲。女娲伏魔是吧？说说你讲都讲腻了，你快走吧。看来你听过。啊，看你可怜，就给你喝一口。哎，只能喝一口啊。嘿嘿嘿，问问你怎么喝光了。好酒。好酒好酒。算了，喝都喝光了，就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了啊。你刚刚说我是什么人？天选之人。你这么说有依据吗？难道我真的有做大侠的潜质？你想学剑法？你怎么知道？今晚三更十里坡甚神庙，不见不散。记得要报答我。
王大娘，你的烧鸡。谢谢襄阳。还好生产快，算没误伤。没有。贱人，王正虎，你大骗子，根本就是骗子，根本就是骗子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小哥哥。小伙子，怎么回事？王小虎他骗人，说海上有仙岛。仙岛？是真的，小哥哥。不仅有仙岛，还有仙女姐姐。仙女姐姐给我了一颗仙丹，爷爷吃了，病马上就好了。你做梦了吧？仙女姐姐呢？就是有神仙。还怎样？揍他！哎，差不多得了，还要动手啊？就你，我哥的手下败将，还好意思替人出头？手下败将，听你哥瞎说。瞎说！哼，小李子，名逍遥，小桃儿家就是这个，下去见见当林香，遇上三根不觉醒，前天梦里乐堂堂。欺负小哥哥，你们敢欺负我？李逍遥，你敢欺负我弟弟？瞅你那贱不拉几的样吧！你小偷娃子天天想着做英雄，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就是被我揍大的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揍大的。小李子，名逍遥，小偷儿子志气高，小学见天当云霄，日上三竿不觉醒，天天梦里乐堂堂。小李子，名逍遥。闭嘴！哎呀，小偷的儿子还生气了。李逍遥，我跟你拼了！在那边！站住！李逍遥，你给我等着，这是我新买的衣服。李逍遥，你快出来！逍遥哥哥，还是你厉害。就他们这些人，还想跟我斗？做梦！那他们这么说你，你不生气吗？这种胡话，我从小听到耳朵都起茧子，我才懒得跟他们生气。哎，对了，你刚说。海上有仙岛，逍遥哥哥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有仙岛，也真的有仙女。难不成那些上人说的是真的？秀兰，我的衣服好了没？我找一下啊。逍遥哥哥，快尝尝我做的红豆粥。好嘞，多盛点啊。好，快尝尝。谢谢啊。哎，小兰，再帮我盛一碗吧。好啊。李大哥，你的披风我姐姐快要补好了，明天再来拿吧。啊，费心了，费心了。哎呀，为了瞒着我爹呀，我姐姐每天都是深更半夜偷偷点着小灯在暗地里补，一双眼睛都不知道熬出了多少眼泪。你说吧，怎么谢他？这样吧，小兰，改天我给你买些羊肝补补眼。我姐姐要的是羊肝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逍遥哥哥，你不是要去送食盒吗？快去吧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嗯，你是不是要去找桃海的张四哥？对啊。那你可要打听一下，是不是真有那件奇事。什么奇事啊？卖盐的王老伯前一阵子生了一场怪病，听说连洪大夫都医不好。你猜最后怎么着？我知道，王小虎跑到仙岛求了仙丹，治好了他爷爷。你也听说了啊？哎，咱们这儿真有仙岛吗？高楼上来的雨，祝我的新鲜鱼啊，看一看啊！王四哥，哎，吃饭来了。哎呦，这个红豆粥啊，嗯，特地给你买的。有心了，小杨。嗯，有没有新打上来的虾啊？给我来两条。哎，有有有。四哥，小虎说的仙岛是真的吗？别笑他，你跟我说了呗。我有个秘密，想不想听？嗯，什么？其实吧，这个红豆粥，香兰，香兰，香兰说什么？想听啊？给我说说仙岛的事儿呗。得了，逍遥，真别问我，仙不仙岛的，我是没见着啊。但是当我把小虎从水里救上来的时候，他手里边确实多了一颗仙丹，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，我人都差点没了。
行了，别想什么仙岛。这么看来，仙岛的传说是真的。李大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李大娘她……我婶怎么了？我刚路过客栈，听说李大娘突然晕倒了，洪大夫已经去了。啊！你跑哪去了？你看你婶婶病成这样，你还不着家？你这个……婶婶怎么会突然病倒？我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李大娘操劳过度，已经病了好多天了，就是瞒着你。那严不严重？我看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求求你，洪大夫，你一定要医好我婶婶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咱们进一步说话。洪大夫，洪大夫，你婶婶的病啊，好像有点中毒的迹象。中毒？这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呢？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听天由命吧，我也是尽力了。洪大夫，洪大夫，小五，你当真在仙岛上求的灵药医好了你爷爷的病？对啊。仙岛在哪儿？我上次是误打误撞到的岛上，在岛边遇上了神仙姐姐，回来时还掉进了海里。你现在让我想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这个怎么办？老板娘，午饭准备好了没有？听说这个地方有座仙岛，说这岛上有让人起死回生的圣药。小五，帮我照看好婶婶，我去去就回。大爷。小哥，怎么了？你们提到的那个仙岛，你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？那仙岛只是我们随口一说，你就不要当真了吧。大爷，求求您告诉我，我婶婶病重，我要去仙岛求药。老板娘病重？大爷，既然老板娘病重，不如我们就换个客栈，房钱我们照给，告辞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关于这仙岛的传闻，我也只是从一客商那里听说了一些消息。他说，这个仙岛就在此地东南方向的海面上，常人很难上去。他卖给我一个锤子，名叫破天锤，据说可以破除仙岛上的迷障。大爷，那个锤子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我看你也是救人心切，这样，这把锤子我先借给你，等你用完之后还给我们便是。谢谢大爷，等我取到仙药回来给你们做牛做马。等一下，小哥，这海上孤岛难免会有瘴气，我这里有一颗丹丸，可以保你不受其所侵。若你即刻启程的话，便马上服下，等吸入瘴气可就晚了。谢谢大爷。谢谢大爷。赶紧去吧。Come on.
这难道就是仙岛？那这次应该不会白来一趟了。难道真有仙女啊？
是何人，胆敢闯我仙灵岛？快说，否则我定不饶你。仙女莫怪，我婶婶得了重病，听说岛上有仙药能医治百病，贸然打扰仙女清修，还请恕罪。糟了，是那个小弟弟。仙女，看在我婶婶命在旦夕的份上，还请赐药。不行，那药是我师父的遗物，不可随便与人的。仙女，救救我婶婶，我婶婶还在等我回去呢，如果我没拿到药怎么办？那个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其实也不是说。仙女，求求你大发慈悲。可是灵儿，你在哪儿？你快跟我走，被姥姥发现她会杀了你的。在这等一会儿，姥姥很快就走了。这里有糖，你想不想吃？不了，我不吃陌生人的东西。樱桃糖哦。樱桃糖。再不吃，我就吃了。我吃了。真的吃了吗？是你啊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是我呀，我是灵儿，赵灵儿呀。我想起来了，灵儿嘛，我们见过的。小哥哥，十年前你也是像这样变戏法一样便出一颗樱桃糖给我，这十年我一直记得那个味道。十年前，小哥哥，你真的回来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灵儿姑娘，我婶婶还重病在身呢。对不起啊，小哥哥，灵儿只顾着自己开心了，我这就带你去拿紫金丹。谢谢你啊，灵儿姑娘。快跑，小心点。小哥哥，
逍遥哥哥，这十年来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啊？我倒是想去，我这每天啊就是打扫开店，开店打扫，所以哪都去不了，当然就无聊。逍遥哥哥，你还记得十年前你离开的时候答应过我什么吗？我答应过你什么？雨停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好，我答应过什么呀？哇！快，逍遥哥哥，啊，跟我来。这里就是炼丹室。逍遥哥哥，这就是紫金丹。这就是仙丹，只要婶婶吃了它，不出一个时辰便会好起来了。谢谢你啊，灵儿。逍遥哥哥，你快回去救婶婶吧，然后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。啊？逍遥哥哥。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啊？没有啊，只是过了十年，一时想不起来了嘛。那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十年前。你和你姥姥一起来余杭住我家客栈，我碰见了你，还一起玩来着。既不回头，何必不忘？既然无缘，何须誓言？这后面还有四句，你可知道？莲儿姑娘，我，你不知道？对不起，我是叫李逍遥。林儿姑娘，对不起，谢谢你的药。你不是逍遥哥哥。林儿姑娘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求药心切，不是诚心想骗你的。那你为何会有逍遥哥哥做的樱桃糖？也许只是巧合罢了。十年前，我才只有9岁而已。莲儿姑娘，我婶婶真的重病在身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会永生不忘。你快走吧。姥姥，你别杀他！别动，小子，你要再敢动一下，我就让你下半辈子想动都动不了了。姥姥，他不是坏人，他来是为了他重病的婶婶求药的。哎呀，灵儿，上次那个男孩你也是这么说的，可结果呢？
他马上就引来这么一位外人上岛，会带来大祸，必须杀掉。你不能杀他。啊，他是逍遥哥哥。你说什么？你站起来。把刀抬起来。要么还是站着吧。哎，恩公请坐，不必多礼。啊，看茶。前辈，您一定跟灵儿姑娘一样弄错了。我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李逍遥，我就是余杭客栈一店小二。我此次登岛就是为了跟婶婶求药的。错不了，恩公啊，老身我一见你，十年前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。十年前，十年前，南诏遭逢巨变，若不是你及时相救，我和公主也活不到今日。公主，灵儿姑娘是公主啊。嗯。姥姥，她真的是逍遥哥哥吗？不会错的，恩公啊，当年你似乎已经料到今日之情形，还有你的师父凌月公主，她的临终遗言，十年后回来的人就是李逍遥。前辈，您说的我越发糊涂了，我婶婶还病着，还请您让我回去。放心，不管你婶婶得了什么病，只要服下紫金丹，即刻就能康复，不急这一时。现在啊，是该履行公主和你当年的约定了。又是约定？姥姥，他真的是逍遥哥哥吗？当然，要不然姥姥怎么舍得把你轻易嫁人？嫁人？老身即刻替你俩完婚。啊！前辈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这可万万不可！恩公啊，你不想娶公主为妻呀？这跟想不想没什么关系。前辈，您的决定太过草率，我也不能再继续冒充他人欺骗您和灵儿姑娘了。那好，让公主带你去个地方，到了那儿，你就会明白了。逍遥哥哥，请跟我来。恩公，你去吧，公主还等着你呢。好。去吧，到了那儿，你便会知道你是谁了。Thank you.
首，往事也随枫叶一片片落，爱已走到尽头，恨也放弃承诺，命运自认幽默，想法太多由不得我，壮志凌云几分愁，知己难逢几人留，再回首却问笑穿醉梦中，笑谈自穷，不知惊慌中成空，道顿人发恩断，一绝梦方破，路荒一叹，饱览足迹没人懂，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，千万人应解愁，曲终人散发花鬓白红颜末，初残未绝，与日争辉徒消瘦，当泪干血盈眶涌，白雪纷飞都成空，自嘲莫惊，千万